来来来来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没有小白兔了。小白兔去哪里了？这个没有了。被狗狗咬了，这个。被狗狗咬了是没？那天我叫你干锅，你不干锅嘞，是不是？那天拿去干锅，是不是得吃腿了？是。是啊，那你都不给我干锅呢，都不得吃兔肉，是不是？看烟花花呀！你看谁画的好看？你画什么呀？我要画草啊！我也是。尾巴。你画一色的。对呀、啊。那你的是什么颜色？你的是蓝色的。什么叫大章鱼？什么叫大章鱼？绿绿的吧，白白的。好，你画什么？啊！你画什么？乌龟。那是乌龟呀、啊。那是螃蟹。你绝对是乌龟。嘿嘿嘿，脚伸到哪里去？给它贴上去。画好了吗？可以啊。谁画的好看，可以奖励糖不？爱猪糖。叫妈妈协助你画。压住了不？你看，你跟着旁边走啊走啊走。这个手架不要。架的不要谁？按住。一直按，不要松手就行。小脚。哎，你别动，来，打开，哇，安上眼睛，画眼睛，怎么画眼睛？他眼睛在哪里？你看他的眼睛，哎，你眼睛在这里，在这里画，你自己画眼睛怎么画？不用拿这个了，不用拿这个了，拿下来一点，不能吃，画眼睛，这不是你的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来，眼睛，哦，还画什么？啊，嘴巴去哪啦？他的大嘴巴在这里，你看嘴巴是不是？他的嘴巴跑到那里去的不？哦，你会画吗？嗯。哇！我看看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给他看。哇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什么颜色的？啊？它是什么颜色的？绿的。绿的。月的是什么？啊？还记得吗？啊？他注意力都不在我这里。红色，说。红色。红色。哪个姐姐画的？我看一下。哟。花花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花花。嗯，还有树哦，花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小鸟。有点抽象。小鸟，还有一个黄黄的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太阳。嗯。太阳。太阳啊，那这个呢？云朵。云朵。哦，云朵啊，你会不会？给姐姐一个顶呱呱，姐姐画的这么好看。嗯，象棋姐姐还没有画好呢。画一个鱼给我。画一个鱼给我，你就是鱼。准备不办，来，哥哥帮你拿后面，你拿前面。哦，准备。一、二。哥哥，你的眼睛为什么一直在？耶，好，哦，看，哎，你看，哦，咻。这里啊，哦，他说这个没有了。大声一点，
告诉他喊不怕，来大声一点，不怕。哦，对了，鼓掌，给自己鼓掌，快点。哦，对了，耶、yeah ，干嘛？看到没有？看到哦。